大家好，我是文瑞。现在观察整个中国社会啊，整个这个事情正在这个快速的变化之中，事儿好像变得这个闹得越来越大哈。就以前呢，前两天可能大家都是在这个买盐呐、抢盐，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它整个变成了一种这个中国整体的一个反日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哈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最近看到这个很多新闻哈，比如说最近在中国这个社交媒体上，很多人都在传一件事儿，就是在成都有一个车展啊，在车展上呢。就有一个男的就是要过来买车，然后他穿的 T 恤，穿的这个衬衣 T 恤哈，是这样的，后面写了四个字叫日本投降，前面呢就是印了一幅画，就是这个日本啊递交这投降书的那个画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然后他就到这个就是说日本的这个 Lexus 那个凌志那车位去买车，然后呢他那个就是车位的那个车的指导价是110万啊，然后他就想119万嘛，他要用这个价格把车买下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凌志这边的这个就是负责人员，他们说这价不行，这只指导价，他们可能要的实际价可能大概160万左右吧。但是具体为什么这么大的差价，这个我就不多解释，这个、我也没有仔细去研究。但是这个事情可能让这个男的很生气，反正这个过程当中吧，整体上还有一位男士出来，就是他穿着一个蓝色的衣服，然后他看到这个男的就穿了一个就是日本投降这样的 T 恤，就说你是这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，就是中国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太多了。然后这个事情呢，现在在网络里面引起很多人的关注，很多人都在争论探讨这个事情。但是这些事情呢，中间谁对谁错，这个并不是我想聊的关键。关键是什么呢？这个事情呢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在，你就看那个留言区，你就。能够看到，他开始变成了一个整个中国人哈，这个就是说，不说整个中国人，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小粉红，还有很多所谓的爱国群众，反日的情绪的一个起始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好像就让人想起了在2012年当时，对吧？就是说很多这个中国人当时这个反日啊，砸日本车呀，等等，对不对？抵制日货呀，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点，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然后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呢，还有就是现在。在日本当地哈，日本当地好像在福岛有几个饭店，他们就收到了中国这个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小粉红，一些小粉红所谓的爱国群众的这个电话哈，骚扰电话，然后打起来电话就是大吼大叫，然后就是说干扰人家工作，就有四家店好像是就是收到了大概1000个左右的这种电话，然后这个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也对这个事情进行谴责，就是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啊。但是呢，你就看出整个中国很多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啊，现在是变得非常的这个激烈、激动嘛，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然后我还看到，就是有一个老师，一个女的，就是在课堂上公然就这个仇恨宣传呢，就说日本如何如何，这我就不过多的去描述，大家一想就能想出那样的这个画面。然后还看到，就是在中国，就是有一些人吧，就是印制那种就反日啊、仇日的那种 T 恤啊，穿上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个饭店的老板，他是一个日本料理的饭店的这个老板，他自己把自己的店都毁了，然后说要开这个中华这个料理店等等，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。整个中国就给人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就很像是当年那个萨德那前段时间那样的一个状况，对吧？就整个这媒体这么宣传下去，可能又是。一个非常大的反日的浪潮的开始，现在我看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当然，我这么说，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不同意见，就说："哎呀，文瑞，你这个说的不对。"现在就是很少人是那么极端的，他只是有很多人是为了流量啊，或者是这个中国政府安排的呀。我觉得吧，怎么说呢？就去年，就前几年吧，习近平总方针不动摇嘛，哈，当时我就想啊，我说当时就是我认识的国内的一些人吧，他们。起码就是说，经历了这么多痛苦啊，他们应该有所反思，可能对这个中共也好，对习近平也好，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应该能清醒过来。但是呢，这个到了今年啊，就是我也有一些机会吧，跟中国的一些人沟通，我发现哈，经历了这么多痛苦，不管说100%，很多人依然是支持共产党，依然是支持这个习近平，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对吧？你说现在这个日本的，就是对于日本的这种反日情绪哈。你说是只是少数，这个具体数字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它也代表了很大一批人，这个情况，整体上吧，现在这个中共不是这个吹风嘛，开始就是挑拨这种情绪嘛，这已经开始了。现在，那么这个事情它就这个像我刚才讲，非常像萨德那出，它这个事情就非常危险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在今天，你让外资怎么去看你？是不是？现在已经是很多外资在走，对吧？很多订单在走，很多产业链在转移呢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是说，在第二季度哈，我看到那个数据，第二季度整个外商投资的规模同比下降了80%以上，基本就到了脚踝的那个位置了，
是不是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，你还搞这样的这种事情，这肯定是中共在背后就是作为推手出现嘛，是不是？那外资不就走得更加快吗？特别是日本的这些资本，日本的这些企业，就没啥可犹豫的了，是吧？现在这个就是说，中国日本驻中国的这个大使就告诉当地的日本的侨民，就是在外面就是行走的时候不要大声说日语，到了这样一种程度，那其他的企业也能看中国是不能久留了，在这个地方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吧？去年我讲说这个总方针不动摇嘛，我说那时候我就说以后不知道什么事情又出现了，总政策呀，总方针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看就是总是出现这样的事情，大家就赶紧撤吧，赶紧撤吧。那你说中国社会不又一地鸡毛吗？当时这个萨德事情出现以后，韩国的企业陆陆续续走嘛，有两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当时乐天走的时候嘛，乐天把他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就卖给中国的一个企业，然后整个这个员工吧也过渡到了那个中国那个企业，那资工资待遇就有很大的变化，然后那些员工就示威就抗议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三星重工在几年前嘛，当时离开宁波的时候，然后就有当地的这个中国员工就打出横幅说这个三星是我家，我爱三星啊，我要吃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对吧？像外资大规模的这个撤离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影响和冲击，就我就不用再赘述了。已经现在已经这么糟糕了，对吧？已经就是揭不开锅，要吃不上饭了。你说习近平还这么折腾，中共还这么折腾，老百姓也跟着这么起哄，你说咋整了以后？是不是？我估计可能这可能是让中共吧有点始料未及。习近平他可能想的就是转移视线嘛，因为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了，涿州啊，什么五常啊，到处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老百姓是冤声载道，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转移老百姓的视线，把老百姓的这种仇恨呢转移到日本人的这个身上。可能他想这么做，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呢就引火烧身，习近平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，对不对？你往后你怎么给自己台阶下呀？因为这个事儿他怎么说呢？那不像是这个总方针不动摇，你今天就不提了，好像全世界也没有人说疫情这个事儿了，基本上那你就好像大家就忘了。但这个事儿它不是啊，日本这边的这冷却水排30年，它一直在那儿排，一直在那儿排啊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大家忘不了啊。是不是？你现在把调门抬得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各个方面说的好像这海水都不能用了，那你以后你怎么往回圆呢？是不是？像国际社会大家都互相都没事的时候，你这面还是不断的宣传说海水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海鲜有问题，那到时候你怎么往回圆场，对吧？很麻烦。就是萨德这个事情啊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当时，对吧？你要非让人撤，人家没撤。那最后习近平不还是妥协了吗？经过了6年零5个月，还是允许中国的这个旅游团到韩国来。然后呢，习近平也是扭扭捏捏的，不敢直接说。然后就是整了一大堆国家，好像都开放了以后，然后韩国也包括其中，是不是？你说多没面子？经过了6年零5个月，那人日本这边要排放30年，那你以后怎么跟日本出关系啊？不出了吗？对不对？什么也不买了吗？以后到底咋整啊？这事儿？这台阶没有办法下，不好下了，真的是引火烧身的这个事儿。我想可能这些事情吧，习近平也没有想到，他就是我一直强调他脑子很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只能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，就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一拍脑子，好，现在这事情太麻烦，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日本，没想到可能这麻烦会更大以后啊。那外资真的就都走了，还留在中国干嘛呀？那以后中国整个这个社会真就得吃草，这就不是笑话了。以前一说吃草好像是一个笑话，对不对？以后你是咋整啊？各个方面都能穷到什么程度？这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。哎呀，整体上吧，就这一集呢，就简单先聊这么多哈。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